据报道，星爵克里斯·帕拉特7日突然发出声明，宣布和结婚8年的老婆安娜·法瑞斯分居，消息震惊众人。安娜日前在某网络节目首度开枪回应此事，在节目中安娜感谢了粉丝对自己的支持，随后在回答粉丝的恋爱问题时以自己为例，坦言觉得一定非得坚持完成某段关系是个错误，表示希望粉丝可以好好的去过，去经历那些人事物，人生太短了，不要浪费时间在一个你不觉得是对的人或是完全不支持你的人身上。超暖心解答让不少粉丝都非常揪心。